大众请起立，请合掌。礼佛三问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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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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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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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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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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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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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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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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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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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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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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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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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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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
陀佛，南无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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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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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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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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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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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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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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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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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舍利弗，若有人已发愿、经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这档次多高，你发愿还没往生呢，就给你不退转。你没往生呢，此途就不退转了。你只是发了个愿，若已愿、若经愿、若当愿，已发愿、经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定了说你不退转，现身不退。不退转什么？不是不退转于初地啊，是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这个佛果给了你，而且永远不收回，这一颗摩尼宝珠就给你了，你就成佛了，就定了你受记成佛了，而且这一颗摩尼宝珠不拿回来了，你就成佛了。这叫不退转。不退转最高的境界，最高的果位，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里的不退转跟一般讲的不退转可是不一样的啊。不退转有两种，当然或者讲三种啊，什么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我们这里讲两种，一个自力不退，一个他力不退。这个自力不退跟他力不退，我在阿弥陀经当中我说过了，那是不一样的。你自力不退像爬山啊，你要爬到山顶上去，你什么时候能到山顶啊？你爬到什么时候才不退啊？一般的像我们就爬山吧，哎呀累了就想退了，不想上了，算了算了算了。有如果再搞个高血压，再搞个心脏病，那肯定退了。那只有爬到了山顶的山的那个顶峰可见了，你看，哎呦，快了。这时候呢，哎，我歇一歇，我撸撸筋，我再去，早着呢。但如果靠他力，你坐电缆车，你们什么时候你不在地面上就不退转了吗？比如说是这个山，假如三千米，你可能要爬到2800米，你说，哎呀，行了，有希望了。你现在三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山脚下呢，你还没有爬山呢，你就是刚买票呢，不退转，就说你不退转了。是以什么为标准不退转？是以三千米的最高的高度，或者四千米的最高的高度，以那个就作为不退转了。不管在任何高度，在五米、在十米、在100米、1000米、2000米，在任何高度上都是不退转。那我们现在在凡夫地，我们在五浊恶世，我们在这个地方，标的最高的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六字名号就是那个电缆车。你一念南无愿往生活，愿坐电缆车，好，跟你说不退转，决定可以到那个最高的佛的境界。它跟你什么根基，跟你现在什么样的知识智慧没有关系，跟你什么业障没有关系。你如果是三恶道，你如果是在地狱道，说地狱道不退转；你如果是在恶鬼道，那就恶鬼道不退转；你如果是在人道，那就人道不退转；你如果是忤逆十恶，在这个地方也是不退转；你如果是造十恶中，或者是行五善的，或者是行十善的，行五戒行十善，在你任何位置上都是不退转。这是靠佛的力量不退转，这能思议吗？完全不可思议。所以你看这里就说了，你怎么可能一个不退转，这按照自力修行，那可是经过一大阿僧祇劫啊，得证初地啊，这时候才说已经证悟了诸法实相啊，证悟无生法忍，在他心里也知道往生决定成佛决定可期，他的不退转，他这个不退转叫因地不退转，还早着呢，前面还有两大阿僧祇劫呢，还得步步的修行，慢慢累积，他才是最终达到。他还所以这个虽然名称是一样，他的内涵完全不一样。所以各位啊，我们诸位，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不退转啊，而且是不退转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不得了啊，这是。所以各位，我在明确的告诉各位，你如果能够相信这个法门，我不是说我们的智慧哈，我们做虽然讲不退转，你还是业障众生，你还只有一米高呢，五米高。对，我是五米高，我这个电缆车才启动了五米高。对，你已经爬到对面，比如说马上就上那个戴罗顶，对面你爬到150米高了。对不起，我马上超过你，很快你看上吧，从头顶上过去了。那也就是说了，你这个五戒十善，你这个小凡夫你怎么不退转了？他都是爬到阿罗汉了，他怎么还退转了？对呀，因为他靠自力呀。你看上黄山那个索道车，对不对？有人爬到那个山顶半腰了，他还回头了。你怎么在底下你就能够不退转呢？对呀，我靠这个电缆车啊。所以不是说你修行高，你智慧高，你就一定不退转，就一定超过我。不是，我在底下可以不退转，你在上面还可能退转。这是靠自力和他力不一样。所以我们各位，我们能够信仰这个法门，根基种性，那不是一般人的。所以信仰净土的人绝对不是少善跟福的因缘，一般人他根本就信不来，下子把他腿吓软了，他戴了自力修行的眼镜，怎么看就是怎么自力，怎么看他都不能去当下成佛，他怎么看去了以后到极乐世界都要慢慢修行，慢慢增进，慢慢正果，这就是有色眼镜，就没办法的事，你跟他怎么讲，这就没办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相信到极乐世界，你们相信不相信啊？相信。你相不相信到极乐世界就是与净行菩萨与上帝诸菩萨身等法等呢？相信。相信不相信到极乐世界就是当下就跟一生不就皆是阿鼻八智一生不出啊？相信。种性不一样。这样的种性难怪释迦牟尼佛赞叹你是人中分独立花。这样的种性不赞叹人中分独立花吗？把多少那个菩萨都甩到后边去了，甩了九条街，那何止九条街的问题啊，那甩到无量无边后边去了，他们都不敢相信啊，有意义菩萨闻此法不能相信啊。所以你想想看，这是怎么落到我们身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哎、你还担心吗？说你是人中分独立花，你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同间平等，当然我们这个本事业障那没那业障太多，但是呢种性是一样的，这就种性不一样。狮子生来就不群，虎豹从来不是兔啊，老虎豹子它跟小兔子是不一样的，这是种不一样。虽然这个老虎生下来这个那小兔子如果是个成年兔子，它跑得很快，那个才生下小老虎还不会动呢，但是你别着急，这老虎那个兔能一样吗？那是不一样的啊！我讲个例子，我以前说过的，有的人可能听过，有人没听过。说有一个部队的训犬啊，说有一只犬，猎犬特别厉害，那么勇猛无比，见谁他就是非常非常勇敢。后来遇到一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你把我这个犬这么厉害。”谁都受不了，非常勇猛哈。他说：“那你把这个拐杖拿去，让这个犬闻一下。”这拐杖拿去，这个犬一闻到这拐杖，马上
就要像那个软骨症，马上就是浑身毛都发抖，就是啊，就是非常的恐惧，就离开了。后来他问这个老和尚：“你那个拐杖是什么魔法？”在拐杖里并没有别的，在拐杖里面只有一块老虎的骨头，虎骨，老虎的骨头就剩在这个拐杖里边的，就放里边。你看，这就种不一样。这老虎都死了嘛，多少年了，这骨头化成骨头化成灰了，就是一块死骨头放这里。这么勇猛的这个猎犬，一这个骨头一闻，那鼻子一闻，马上就是，对不对？马上就是丢盔卸甲，叫了就溜边了。这种性不一样。那为什么种性不一样？缘不一样。咱们跟阿弥陀佛，你说讲什么？哎，都不敢相信。缘，你能相信弥陀的救度，亲缘、近缘、增上缘，这就是缘，这就是不可以，不是少善根福的因缘。这个，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没办法。再看经文，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先就给你认定了，这可是释迦牟尼佛来受记的。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然后才算往生。我们要登山不一样嘛，因为往生之后就成佛了，先不退后成佛，像登山一样，你才上吊篮就说不退转，然后再说到山顶，他不能说先到山顶后说那个不退转吧，先说你到了2800米的地方，然后再说，那自理爬山的人才要这样说，哦，你爬到2800米了，哦，那不退转了，前面只有200米，快到了，那你必须到那地方才能讲，咱不是，咱就先就说一定要不退转，接下来就到山顶了，到极乐世界一到就到顶，到了顶上了。然后呢，两手一抱，一晃就下来了，因为你最高顶一晃就下来了，这叫从果向因，不是一样的啊，不一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仰靠阿弥陀佛愿力，人人念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